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六届 NACG 北美电竞联赛，由北美学生网主办 ，GAC 国际暑期学校平台冠名赞助。NACG 致力于举办国内外留学生高校电竞联赛，是全北美最早举办也是规模最大的电竞联赛赛事组织。同时感谢 Gravity 引力、月河旅游、Dewip、曼腾教育还有 CAC Out Group 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开始。嗨，我的名字叫巴吉。巴吉，我的职业是一个银行劫匪，我每天的日常就是砸金库、飙摩托。飙汽车，以及飙飞机。呵呵，其实我曾经也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我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当初我爹为了将我培养成家族继承人，秘密安排手下送我出国留学。然而这对可爱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懵逼的我不仅学习跟不上，甚至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毫无意外的，我被学校开除了，爸爸对我很失望，放弃了培养我的计划。我也开始自暴自弃，从此成为了一个恶人。然而这一次我被抓住了。你这个臭小子为什么抢银行？因为 我学习跟不上，作业不会做。不懂不懂就去今天找厅长了。对哦，新引力学院留学生专业辅导平台，为你的 GPA 保驾护航。JNC 国际暑期学校是中国首家带你学习带你玩的暑期项目，回国过暑假也能拿到每门最多四个学分的美国大学成绩单，33天完成3门12个学分，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以参加3次暑校计算，按每年休息3门课程，3年就可以毕业了。先达成节省留学费15万的小目标。JNC 专业、权威、高效，却并不是书呆子夏令营。秉承着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的办学理念， JNC 为留学生们提供了最酷的社交平台和最嗨的假期活动，篮球赛、油画课、电音趴一应俱全。谈恋爱不如蹦迪，蹦迪不如来 JNC 边学边玩。我们在最棒的夏天等你到来。今天是 NACG 的第3场比赛，由 Hunter Mask 对阵大奶妈图灵，这个名字到底哪边和谐 ？OK， 第一场是由一个金丝法对阵一个快攻的猎人。你好，旅行者。这个法师在我们还没看着 OB 的时候就已经赶紧把巴库赶紧走，赶紧走，赶紧拿掉了。好的。刚刚我们看过一场法师和猎人的对局，就是法师在摸到 DK 之前真的打得特别被动，而且他这个基础猎强行抢得特别快的。其实这一把两边开局都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对，还是老问题，就是这个法师一定要抽到 DK。对，他抽到 DK 再没有任何其他回血东西了，就猎人就说
我什么都不干，我一回合射你三滴血，九费射你27，十费你就死了，就完了。对，是的，你变身也没用。尤其是个奇数类，他就是他不管我的任务就是在我自己的耗尽之内赶紧打死你。对，在我的目光场面之前，我这边甚至可以考虑杀戮或者猫头鹰，赶紧把这墙过了，走你脸。对对，就这个猎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直伤太多了，然后法师又没回血，啊，杀戮居然接场，哇，没有尊严啊！你猫头鹰呢？那肯定是这个更好，因为你猫头鹰的话，它毕竟是个15，对不对？它吃点小怪，因为这个猎这个奇数猎嘛，它的怪它都很小的，就是。但杀戮这个东西和哇，好了，我看到了法师的希望。我现在法师的任务现在就是活到九费，你不要跟我说别的，我别的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只要活到九费。哇，刚我但是这个冲锋猪，我觉得猎人这边运气很好，对啊。拿弓吧，拿弓可以打6呢。我觉得他大概率可能会拿弓，但是，对吧？下回合3+2，但他不知道法师这边已经一个小软等在手里了。是的。刚刚我也没看到，我不需要神手牌，我哪怕我浪费了我都愿意去，我只要铺几场面，对，我保证你上什么我给你解什么，我活到九费就好。对，这是一个疯狂苟活法师。对，疯狂长脸。疯狂抢脸的猎人打一个疯狂苟活的法师，对。然后这个刀其实白掏了，哎，就是打3又回升了，还打了三，对。刀肯定要吃的，这回合不吃下回就没了。对。那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这个猎人可以准备跑路了。嗯，也不好说，他还有火车王呢。你想一下，法师一共就17点血。火车王可以打6，然后火车王配一个炮射是打8，但是这两个猫头鹰抽的有点，这个猫头鹰和这个8射点就行了，抽的太难受了，射点就行了，真的，再射两次就死了，真的吗？那个，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想想，两次6+6+8=14就死了。我觉得不要解场，这个不要解场，因为你解了场，你不并不能为自己多拖两个轮次，只能最多拖一个轮次吧。但是你真的差一点伤害的话，嗯，就没有了。啊，你是法师吗？不是，我说那个猎人这边，这个奥舍他要不要去解这个3+2猫头鹰？没有必要的，现在已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8+6=14，这是一个稳的。他解了的话。嗯，我想，不是8+6啊，他不是8+2吗？他不是6+2吗？是8。英雄技能射两次打6，然后奥射加上火车王是8，就8+6，然后就14血，刚好法师也是14血，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两回合斩杀。这个法师有没有奇利亚斯？他如果有奇利亚斯，他能再稍微苟一下。哦，对对，奇利亚斯是除了 DK 之外唯一的回血了，但现在，我觉得有点压力啊。还需要两回合能杀人呢，有点压力啊，真的。哦，还摸了个墙，好吧，我觉得可以跑了。哦，有个吸血了，我拿这个5费，我选择这个5。那个猎人，没了。这个法师真的是把硬生生把一个最烈的对局给翻回来了。哎，是的，对。因为这个法师他的起手已经非常好了，他有很多小怪啊，对，他还有墙，让他那个杀戮他直接就交在了一个那个交友上，对不对？嗯，我是觉得杀戮交友上贼，就但他必须得交，不然你这个交友我可以随便操作。我觉得沉默就好了，你沉默了不要影响我打伤害，所有都走脸，这才是一个技术法的一个信仰。但是刚才那个的话，他沉默了以后，他其实只有一功能提脸，他觉得价值没有那么大，不如赶紧把它处理掉算了。我的意思是墙没必要过，把所有的直伤打过去，就像我说的，一回合射3箭，射到10回合你就死了。然后我放个杀戮，我就少射一回合，再放高射，我又少射一回合，就8费你就死了。嗯，不需要管场面，也不需要去结场，就猎人死去结场。嗯，这是个信仰的问题。嗯，对，年轻的时候我也喜欢玩猎人，后来就发现好无聊啊。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贼这边感好舒服啊。当时这个猎人这边，我怎么上都卡。对，他只要一费没有怪，他一费有一个
啊，有一个叫 Ifei 的，它续起来了，这个牌就能续上来。Ifei 只能有那个鼹鼠，只有鼹鼠不会被解掉，然后二费可以加 buff， 可以进化。啊，好，这边轮四攻的怪了，四血的怪，对啊，就没处理十四了。硬币侧翼打击打不动啊，打不死啊。要不亏一点硬币侧翼打击，下回再亏。哇，亏到姥姥家了，真的太亏了。对，甚至于说这边贼上个风怒啊，上个单刷龙，贼嗑药直接打。那下回合我这个特异打击，我只能打在这个单刷龙身上，我还要被白踢一脚。你看这个，好，你看这个贼多有心啊！这个贼、解什么场，打脸就完事儿。你这个贼毫不给对面颜面，然后那你这样的话，浪费了，毒药浪费了。那打脸不打二攻，那打脸对。打脸的话，二攻打两点了啊！下回合你可以打四，多打四呢，啊，多打二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手太凶的没有必要。我是觉得他是吃了上一把那个猎人没有特别凶的亏。他可能图灵这边他就比较喜欢玩一些这种打脸血啊。这回上个三一四是真的，哇，没有加攻击力，有点难受。这怎么办？交叉路呢？还是其实可以交叉路。交叉路的话，可以六点上来打脸上。但这样也还好，因为一攻的怪嘛，这个贼也是要想办法去处理的，三加三就可以了。贼这边，停下，贼在那儿，对吧？他如果当时他那个刀他没有砍到脸，砍那个怪，我觉得像这个贼的场面。至少会多一个暴徒，一个长起来的暴徒。嗯，我猎人这边还是把这个解了吧，不然真的是很难受。猎人要解的话，要解东西太多了。他还是有办法可以解的，他有很多突袭啊，或者说伤害可以解。那我甚至下回合我可以想办法洗一点我的山猫进去，然后再主人召唤把山猫拿出来。对，这是一个结场。那单下回合费用可能不够打出来，就你够你洗，够你拿，但是不够你打。他为什么把这个进化师放两边，然后这样的话菌菇可以 buff 到更高质量的怪，而且这个站位竟然没有防碾压墙。对，哎，但是防了一个爆炸射击。他是想这个这边可能也想养一下土狼，养土狼了。嗯，土狼是个，对面有猫头鹰的。抬头一看，对面有个猫头鹰。嗯，那这样的话，场面还是可以的。对。那我觉得贼这边可能要来个一费的怪，他的场面就比较舒服啊。对，你看，一加五还能赚个刀，美滋滋。我每一个费我都用到了。嗯嗯。他这个菌菇再不 buff 就后面没场面了。对，这时候对，这个狼是要解的，因为这个贼现在他的。我觉得他的血量很安全，他是很有优势的。他刚刚可以多卖一卖，其实奇术贼嘛，就是卖脸。有些时候你卖着卖着脸就没了，但有些运巧了之后，你就卖着卖着就赢了。在很早之前有一套牌组是那个小碎冲贼，就那个用脸接场，拿场打对面脸，就这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直接这样推的，那牌胜率也很高。就是一路推过去，对，就很推。因为压力有点小啊，这个贼可能开始要考虑要抢脸了。贼一直在抢脸啊，必须要搞的。我换一下血，把这个焰神砍了，我走脸怎么样？再换把刀。哎，我们算下斩杀，火车王是六点，加五十一点。他其实我应该砍脸的时候，就你觉得我能两三回合打死你的时候，我就没必要接场了。
我觉得他要解场就解干净，解完了以后再换个血，不然你这个三三扔在手里没有太大的要。但上回两点三打脸的话，下回就是火车王直接斩杀了。现在还要担心，万一三三被解掉的话，还要再拖一回合。是的，嗯，对他要么就凶，要么就解场。觉得他解了一半，这边啊、哦、还好，运气比较差。他如果出来一个什么嘲讽啊，我觉得这个贼就很难受了。嗯，还好神兽毒药，怎么都死了，哦、有毒。对，有毒药怎么都死了，我也不用猫头鹰了，就不管了，就弹了就。对对对，人头留给自己，好。猫夫人，对阵瑞克萨。狩猎开始了，我是大自然的守护者。无人生还，力量的形态千变万化，在我身边。你这个墙，你是多少血就能打扛多少血？扛不住啊。是扛不住，因为对面有一个伙伴，说不定会出现一个雷欧克之类的东西，或者米莎。对，一共的强度太弱了。雷欧克或者猪。嗯。那我要不就突袭，我突先，我不管怎么样，我突袭一个再说，我把这个一三突了。他现在就要等六费了，六费铺一波瘟疫，然后免费上一个元素，但是只能铺两个法师。你觉得这个猎人等一下再上冰，会上水元素和那个，不，会上冰片和那个小野兽吗？我觉得这边出就是他开了个米莎，其实是感觉最不理想的一个状态。两个米莎其实这个进攻性其实有点弱的，出了游客的话给四加两点闪攻，出对那个，不然他之前的回合就已经开始提起来了，对吧？我德鲁伊这边我总不能说为了解你个猪我把这个月火给交了。嗯，是的。德鲁伊现在没东西，哎，横扫是个东西。你觉得横扫好还是上两个墙好？嗯，啊，能全解就好。要不横扫，我觉得更好。是的。骑兵出动，狼骑兵出来了，
哎，这边抽到一张软泥博士，但是这个对局已经差不多完了呀。他现在只能铺一个传播，看能不能苟一回合。他没有办法选了。对，月火点掉狼骑兵。哎呦，有点慢。九费还能活到九费吗？活到九费，红龙奶自己一口，然后对，然后把自己的刀 A 了，再放一个终极赖皮，应该行。你不对，他不能再指望这个一五的墙去解那个三一了。对，来不及了，死了。对，这伤害是正好的。猎人三四费铺的那一波真的是德鲁一点办法没有，一直在拿眼刺伤害。他很早来找一点会好一些。好，让我们恭喜这个基数列跑掉了。其实我很喜欢基数，很有梦想的一套牌。哎，这边角色互换了。上一把我拿德被猎打了，这把我拿猎打德。对，好，这是一个超生猎。啊，这是一个超生德，然后对一个中速猎。圣光会庇护。我要不把这个咆哮给换了？好，咆哮留在手里了。嗯。肯定是变强啊，压力很大的。哎呀，这个猎人手里有没有一张二费的啊？不是你，哎，二费的进化小恐龙，这个台序就很贴糊了。对啊，我现在这怎么办呢？没有雷鸣嘶吼龙，我总不能上个土狼吧？这个土狼上去就卖了，卖土狼还是很没梦想的。虽然说对面手里有破发者。那我只能先蹭一蹭嘛，就把你墙的血先修一修，不管怎么样。嗯，是的，墙这个东西早晚来过的，毕竟我是个猎人嘛。对，灵魂技能都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对，那我下回合还能养一下土狼，至少养一个。那我觉得这个德这边要不就解一个森林狼，然后我上两个小树人。嗯。但是这个德的质量是很好的，然后爬速也是比较平滑的曲线，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很好的过牌，就是说我手里的这些质量或者说我的牌好像裂隋虫被解了一批又一批，我就续不上来了。放狗是一张好牌，放狗进可攻退可守，但打德鲁伊的话最好还是先把德鲁伊仓解掉。一个是他那个咆哮的斩杀线很奇怪，不知不觉就被带走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有那个给所有随从加一个招二二的王宇 buff， 丛林之魂吧，那个牌叫。哎，土狼被沉默了。土狼被沉默了，好亏啊！沉默土狼，那我觉得可以，啊、可以走脸，我觉得刚刚。对，这白痴。那白痴也还行，就不要给你留什么雷鸣嘶吼龙的受体了。哎，哇，野猪结场。你刚才说要是对，用主人的呼唤的话，拉一个山猫或者是什么冲锋之类的，把二一换掉我就足够了、嗯，还可以给自己补一下牌。这样五费你上野猪之后，就会有波很良好的节奏。好，哎，这样也好。他一点不对，他先 buff 一个。对。军谷子 buff 一个也是很有魄力的，只要他五费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上了，他不能拿野行之力造一个，嗯，那我或者我一个老兵给他加一攻，然后我再给他加一加一，我是不是其实也是达到了一个加就是加二攻的一个效果？嗯，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哎，为什么这个三猫自爆了？自送了一下，白送。他这边是在装一下，我这边可能会有 DK 吗？让你就告诉你，那我这边不怕了呀，我现在也开始丛林之魂了，就是哪怕你 DK 给我解掉一波，我还是对，还有一波，对。那看他雷鸣刺吼龙太晚了，那我觉得，哦，他要逼一波大的，
这波觉得好，弄几个风洞。你说要不要硬币拿那个赤火龙再给这个？这个赤火龙不能冲锋，他除非来个圣盾，他可以再保一个场。对，但还是扔掉吧。你血不多了，你血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太大的考虑的余地。没有加血也不错，加三攻，加三血非常好。对对，加血活下来了，这样场面是个优势。那这个双咆哮。就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抽牌。他这种牌，我怎么能我现在就扔吧？四点加三十二，十二加四。要不我现在走脸，我怎么十六点？现在差一，差一，好可惜，差一，双咆哮差一。那要不我对啊，我就先打了，我把伤痕先打出去，有日子也不过了，我就。就给你拼命了，我觉得他后面可能没有什么场面了。刚刚倒不如把双炮都打出去，然后一点血，就看你怎么演。对，因为后面这个场面，且不说猎人有没有 DK， 这个信游冲锋就已经够接场的了。信游冲一个，这边解一个，这两个咆哮死在手里了。他没有场面的咆哮就是一张两点伤害，甚至不如一个那个二费的抉择牌。对。他这两个，这两个上来也是要被野猪给冲的，要被犀牛给冲的。因为你看我上回我先咆哮冲了以后，我这回合火雨精灵还能被 buff 起来。那我现在火雨精灵也是只有，但是还好火雨精灵至少有数量优势，对吧？我该打要打的，就说不定对面看不起两个火雨精灵呢，没有去解。嗯，不会的，猎人他自己只有十血了，我觉得还看不清自己，有点过分了。那我找一张 DK 出来，是不是这个德鲁伊就要跑了？那我没有找到 DK， 找子狼前解，他肯定前解。对他这边是，我现在不贪了，我能解掉就全部解光，一个不剩。你没有资格贪了呀，兄弟，我只有十血，不知不觉就被带走了。要是有火车王什么东西，哎，哇，这张牌有用，这张牌可能会保留一些场面，然后跑消防。这张牌对，可能会保留一个怪，应该这张牌很难解的。我算一下。这边狮子你知道他是送不掉的，就这场犀牛可以打四次，对，四次解两个嘲讽，好，只能解一个了。他这个构筑其实也哦，特意打击很巧妙啊。完了完了，一个犀牛一个特意打击全解了。犀牛特打，对，犀牛特打可以加起来过等于三个频率了。哎，他说我这边甚至不想交第二个星球。其实我觉得把第二个星球交了以后，整个场面都是冲，就不留任何怪也是很好的。怎么办？我觉得五加三打出去吧，五加三变个脸。感谢豪记冲天不差钱暑秋 party 亚冠群的 JNC 国际暑期学校平台冠名赞助并协办本次比赛。读暑校申研找辅导，找实习就找 JNC。感谢 GTA 专业留学生辅导平台，让学霸老师成为 GPA 的守护天使。感谢全球青年人才社区吸引力 Gravity， 史上最高质量的职场社交，为您打造全球青年精英交流圈，拓展你的职场圈，从 Gravity 开始。感谢月和旅游的大力支持，月和旅游您身边的旅行专家，私人定制旅行最佳选择。